蔡思贝同陈晓华呢日就为好友许子莹担任姊妹，原来两位都是第一次正正式式做姊妹嘅咋。我正式嚟讲唔算系，但系咧正正式式可以经历晒所有嘅形式咧，就系今次第一次啦。因为之前做孙慧雪姊妹咧，就真系放工去就食饭咯。但系今日真系由今朝早陪 Whitney 陪到而家，即系经历晒所有玩新郎啊，两边爸爸妈妈嘅斟茶仪式啊，各样嘢都经历晒，所以系真系我 officially 嘅第一次咯，系啊，我 officially 都系第一次。讲到日前有传师辈的绯闻男友余德成和周秀娜拍拖成三个月，被问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师辈就口窒窒地说，迪神和我迪神有传拍拖，那啊有问下他啊？我没有啊，最近开始腾姐衫啊，所以都没什么留意。其实朱晨丽亦都有现身婚宴，自己一个出席婚宴的朱朱就讲笑话唔知可以带另一半出席，仲强调自己是单身，姊妹们都结婚啦，你急唔急啊？我数下手指咧，都仲有几个未结，咁我希望自己唔使包尾啦，但系呢啲嘢急唔到嘅，咁佢即系睇下缘分嚟到未咯，咁嚟到嘅时候就自然会结噶啦，放心，我会同大家讲嘅。